呀，我还是不会念这个家店的名字。素食草食动物，来帮我们吃这素食烤鸭。Herber 是这样念吗？Herber 草食动物的名称太难念了吧？它是草食动物的意思哦。对啊，请问这个烤鸭它是用什么做的？感觉是一些豆皮、豆包之类的。它就素鸡吧。大家看看我老公先做给我，天哪，新好男人，天哪 my god 的，但我跟你们讲，这是我的，谁敢碰我的东西试试看。你在警告我，在这叫警示预言。 OK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咀嚼肌有点酸痛。红鹰嘴豆咖喱配糙米饭，还有法拉豆。呜，谢谢，谢 hold the plus， 谢谢。那柠檬呢？加柠檬，撒进去啊，丢进去。yummy。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？看起来超美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它的柳橙汁也很好，这是马虎汁，马虎汁。我一黑糖。请问它是什么？这块面包，这块面包。仅仅是大份面包而已。Baby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吃，很酥脆，它烤得非常酥脆，然后蒜味非常的香。我们是不是应该点一个汤？一个浓汤，然后去 dip 它。你们觉得呢？可以。看一下菜单有没有适合的。好可爱的柯基哦！哎，好近哦，好近哦，哇！我的腰要断掉了 ，baby， 我的腰要断掉了，我还要一边拍耶，这是 YouTube 哦，这是 YouTube 呢，你会写进去吗？会啊，老公色，你是不是就坐我旁边就好？请坐我旁边。可能是这样，这样不会短呢？这样很重吗？不会很重，可能对这边的民众过激了一点。我们不是要来吃蛋挞，秀一下，嘿。我们就是非常生活感的 YouTube 粉。剪辑也走一些极简路线。这叫什么蛋挞先生？这是 egg tart， 这真的好吃。这个是焦糖口味，它的皮有点像甜点的那种塔子。然后我们这个在东区的混市集，在搜狗百货的后面，搜狗百货在这里。如何？我们的 pastry chef Darcelo head chef， 好吃好吃。你喜欢它好吃的哪里？就是它塔皮是偏有点松软，有点像布朗尼的感觉。好的，然后
然后不管。那我们走下去，吃完饭准备要各自回家咯，有一点寂寞的感觉在。因为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每天都可以抱着他睡觉。你是不是也希望每天可以被我抱着睡觉？哦，no！有一天会住在一起哦。那你要帮忙做家事哦，因为你在家都不做家事，嗯，对不对？都是你妈在做。但是我自己做的时候，他可能就都自己用。哎，那你如果跟我住呢？有可能需要，我们需要分工一下。OK， 我们要排班表，我们排班表，这样才公平。排班表，排工作。好的。OK， 那就这样子，该回准备。好可爱的柯基。